Dedans.怎么了呀？刚也没有打得很重吧？说的怪好听，谈恋爱跟男朋友做陶艺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儿。我怎么发现，你看这堆土的时间比看我的时间还长啊？你在吃醋啊？不是吧？你连自己的醋都吃？就是我。哪像我？全部都像啊！有鼻子，有眼睛，还有嘴巴。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呀？我倒要看看你动力有多狠。你是金鱼草。你不是喜欢金鱼草吗？奥斯做的金鱼草永远都不会凋谢，这样就可以去陪着你了。这是副总裁办公室，你好像不应该在这儿吧？那应该谁在这儿啊？我现在。应该叫你苏晴啊，还是应该叫你将来啊？还有你，怪不得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推迟婚期，就是为了他。爸，您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呀？解释说，因为担心我周明德思想保守，不愿让你娶这么一个农场女孩，还是说？你为了得到度假村的开发权，联合这个女孩一起来骗我！苏叔叔，周玉不是这个意思的。你闭嘴！今天轮不到你说话。不管他是苏晴还是将来，我喜欢的都是他这个人。我承认，我欺骗了你，但我没有损害周家的利益。好一个没损害周家的利益啊！哦，既然你喜欢谈恋爱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度假村的事你就别管了，从现在开始交给孙总负责。松威和周家既然这么无情，我们也得做点什么提醒一下他。周家现在最在乎的是和苏氏的联姻，那个苏晴出事儿，他们肯定没办法交代。苏晴在里面选衣服，有警察，让他落单。欢迎光临。哎，你这别堵我们店门口，影响我们做生意了，赶紧走。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最近没有 S 码了吗？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们店的衣服啊，每个码只有一件 ，S 码正好被前一位顾客拿走了。您好，要不我这件衣服给你吧，真适合你，我再看看。真的？谢谢，谢谢。没事。最后一件了，我们再逛逛吧。哎，再挑挑。表哥，苏晴出来了，他就一个人。好。
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当渣男鉴定师？那你为什么当渣男鉴定师啊？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室友，被他的初恋骗得团团转，人都要结婚了，还瞒着他，把他的奖学金都骗了不说，还让我室友网贷借钱给他。我们几个后来实在是没办法，就设了个局，让渣男现出了本性。所以，后来你就开始决定干这个了。其实人都特别会骗自己，尤其是当他们用心经营的感情出现问题之后，本能的都会选择逃避自己真实的内心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有个人出来打破一下。我知道我这个工作见不得光，但我就觉得吧，总有人需要我们这样的存在。那以后我失业了，我就跟着你干这个，咱俩就是渣男鉴定夫妇，怎么样？谁跟你是夫妇？你啊。没事，对不起啊，害你受伤了。我这也算因祸得福。帮忙开下车门。周玉，你就算再熟悉地形，也不能这么晚爬山啊！你知道我刚刚看到苏秦没看到你的时候有多担心吗？你可爱又贴心的女朋友来接你下班了，我都没有带上去啊。你怎么来了？还不上车？当当，这可都是我亲手为你挑选的礼物。这么好？等下来这个。乖乖坐好啊，对对，这么来。怎么样？还挺舒服。上班。疼疼疼疼疼疼！等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可能这个不适合你，我换一个。这不要。看一下。哎，这个。这个眼药水可是我跑了好几家商场才给你找到的，平时熬夜拍戏就滴这个的，最近不是太累了吗？来滴一点。等等啊，进嘴里了。没事吧，喝点水。我有毒吧。啊，我没事儿。我是不是一个很不合格的女朋友？怎么会啊？你在我这儿是最。江来，苏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昨天周玉喝多了，我送他回的家，怕他出事儿嘛，我就留在这儿照顾他了。你放心，我睡的沙发，我跟他什么都没发生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时间不早了，一会儿公司见。
你是刚回来，还是准备出去？昨晚我跟七伟吃饭，太晚了，我就直接回农场。那会儿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全局送回来的吗？嗯。你不知道，昨天应酬对象竟然是苏晴他爸。你们小兄弟喝多了。谈得顺利吗？蛮顺利的，就是一直灌我酒，然后搞最后什么都不记得，喝多点多。嗯，辛苦了。你做的呀？